衣服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井柏然。特别惊险的经历啊，我觉得最惊险的经历是吊威亚的部分。对，因为张起灵他是一个身手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，对，所以好多在空中吊威亚的部分都挺难，而且都挺危险的。跟小马的合作，因为在《盗墓笔记》当中，我们都是在过招，几乎都是肢体上的一些动作戏，没有什么太多文戏，对，所以合作的算是很顺利，没有担心跟任何人的比较，对，因为有担心的话，可能就不会接了。这个胡子是真实存在的，对，因为现在在拍那个娄烨导演的一部新戏，我在当中饰演一个刑警，对，所以这个胡子是为了角色留的。对，这个新戏是娄烨导演的一个新电影，也是他一个转型之作，对，叫做《风中的云》，又名叫做《地狱恋人》。他讲的是一个它是一个类型片，之后里边商业但偏文艺的一个电影，对。我手写过的一个微博，对，我觉得一直算是一个精神食粮吧。这句话叫做"越努力越幸运"，我相信。唱歌吗？也会啊，因为唱歌其实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件事情，对，而且我出道的一个身份是歌手。男演员啊，男演员。梁朝伟，对，女演员是周迅。我觉得可以，对，我觉得我会，因为我做的不是我自己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演员就应该去接好的东西、好的角色、好的剧本，对，只要值得，我觉得只要合适，只要适合我，我都会接。因为可能，如果这个问题你在2年前问我，我觉得我可能不会，因为我觉得我年纪没到。对，很多，你知道，这个年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觉得现在这个年纪，我可能会接触到的角色类型会更丰富一点。对，可能之后会越来越丰富，所以我觉得，尝试的东西会越来越广泛。啊，先回家里边，先回老家陪陪家人，陪陪奶奶。对，完之后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出去旅行，跟朋友一起，还是欧洲吧？对，西班牙，为什么呢？又没去过。